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：“我打鱼去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也和你同去。”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“小智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：“是主。”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，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”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。”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。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，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彼得转过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？”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”为这些事做见证，并且记载这些事的，就是这门徒。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
也容不下了。